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们现在在哪里呢？我们现在在龙餐。对，我们今天就是来钓海钓餐。本来说要去瑞生啊，不过我经过瑞生的时候，我看到那个人这么多，我就不太敢进去，所以我们就来龙餐。说到这个龙餐，有没有？不管是龙餐啊，还是我们瑞生，还是888，这里的老板真的是有在为钓客们着想。在疫情期间，大家都是闷不作声。只有我们这里龙餐的老板啊，瑞生的老板啊，他们就是愿意去找地方官员去进行谈话。虽然说开不开放是政府那边公文下来才有开放，但是至少他们真的是有在做事，整个环境啊、整理啊，还有配合度啊，配合我们疫情的规定，他们都很配合。我真的觉得来这里做钓真的是感觉还不错。中鱼了！哇，太久没钓了，受不了！给我拍水哦！哎，这下贵啊！我下贵啊！给我拍水，我下贵啊！给我拍水，我下贵啊！还有这货，受不了，很凶。
工啊，受不了，那是一堆啊，不是一只，是一堆。这个狗子没办法打黑洞了。这就进餐了，这就进餐哦，看这个嘞，那边这种货呀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我们现在钓完了，就是今天呐、啊，今天就是早上咬，差不多一个半小时之后，就是真的是都不咬了。对，所以就是后面真的都在等，都在晒太阳。疫情刚开放，至少还有位置可以钓，算很不错了。不然到走到哪里到处都是人啊。然后我们今天钓完，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钓多少鱼。哦，薄薄的一层啊，好可怜啊。偶尔的一层，五六七八九十只而已，十只 OK 了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这是我们龙山的老板。对，我之前曾经来过龙山一次，然后受到我们老板非常热情的招待，我真的觉得老板是一个非常有热情，今天就来我们龙山这里看冰之类。谢谢钓鱼毛七七啊，龙山一票谢情，把你的感情啊，叫大家来钓鱼，大家欢喜啦哈。老板除了就是，我们海钓场。钓鱼可以开放给人家钓鱼之外，还有在卖一些真空的海鱼的。这海鲢，这什么鱿鱼啊？鱿鱼两斤一包，还够干贝。这乌龟一包两阿四哈，够好的。这沙白鱼一包一包，哦，这龙胆石斑，龙胆石斑呢？底下人哈，龙胆石斑太好，更够好的哈。这河尾鸡，河尾鸡，两河尾鸡拢有。这个是一包两百哈，这龙胆石斑上面。还够多吗？我一只五十。来。肉切啦，金仓哦，啊肉切啦，啊这黑格，黑格，嘿，啊黄金仓，啊皮嘛老料哦，吼，会再落，这，这什么啊？可以，昆沙贝吼，这大只落去剁啊，啊这头猪，有需要的朋友，请找我们柜台南哥购买哦。阿南啦，哎呀，好滴哦，这温过十年了哦。好，一斤十年。哦，这水哦，这板头就水耶。哎，这头壳袂无按上了哦。嗯、各位观众朋友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啦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